今天我让他们凑凑背，把原本的广告音乐改了，即兴的随着新音乐配一段老词儿，马上进入魔力之声。曹操老师，赶集王。孩子，你是在找工作吗？那么赶快来赶集网吧，赶集网多多多，职位多，有的挑。赶集网大大大，规模大，机会大。要问工作哪里找？中国北京找赶集。对了，手机也能上赶集哟。好温柔。像爸爸，有一种教导处主任非常温柔地告诉我说，就是你就去这儿吧，真的很适合你谆谆教导的感觉。你觉得办公楼门口站着一个 HR， 来吧孩子，来，我这儿工资高，来。不知道为啥又配出了一种蓝翔技校的感觉。哎，中国山东找蓝翔，他是在暗示什么吗？哎，有可能，有这个可能。这位老师也会挖掘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